管你几十八岁还是在那排队。What's up is down, what's left is right.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view. I can't see the end, but we'll see it through. Fuck it. 我们现在再去马来西亚见，就在这边西雅间。11点开到5点，卖完就没有了。蛮不错的，蛮好吃的。One hour later， 你记得这边米厂吗？不记得。Later， 今天可以拍他们做皮蛋，本地在选蛋。现在他们正在准备着要做咸蛋。黑色的是盐还是米？稻米。稻米壳。稻米壳。烧过。哦，烧过的稻米壳。可是为什么咸蛋还会变咸呢？因为它的土里面有放盐跟水。哦。所以是先掺和那个咸。对。然后再放。哦。哦，我以为那个 是拿来做皮蛋的，不是？皮蛋也是类似这样子的。啊，这一点。只不过它的那个分量不一样啊。啊，不一样，做法不一样。做法不一样。好，咱吃饼果，尝过这里的没得。这个面前应该是粗，那边应该是细。细咩？头先我已经闻到好细，原来系嗰啲烧过咗嘅米糠。米糠？唔系啊，即系米啊，米壳啊，稻米的壳烧过来包咗，所以比较好啖。但系仲有佢包一层米。咁我包你一个。啊。细细细细细嘅仲要。你啊？唔系你啦。好诚意，帮我起我可以帮忙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